高中地理高二地理题库，附答案于各单元结束后。附答案：中华民国九十年代旧课纲。教材为依据：一、世界区域划分与亚洲概述，以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回教、基督教分别创始于南亚及西亚，乃是因为这些区域的地理环境特征所致。上述所称的地理环境，乃是指 A. 气候干旱，环境负载力低， B. 地形崎岖，交通不便， C. 气候湿热，人口密度太高， D. 经济贫困，民生疾苦。二、又表示亚洲四个国家在1960、1994两年的都市人口比例的资料，请问表中何者最有可能是南韩的资料？ A. 甲， B. 乙， C. 丙， D. 丁。以文化特性指标而划分的地理区称为文化区，下图为亚洲文化区。各区文化深受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请依图回答三年七月题。三、相较于他种粮食作物，东亚的稻作单位面积产量较大，此一事实与下列哪一的理现象最相关？ A. 气候高温多雨， B. 劳力密集， C. 机械化程度高， D. 工业不发达。四、其雨是东亚民间重要的祭典与仪式，此文化形成与东亚气候的哪一特性关系最密切？ A. 气候高温多雨， B. 沿海地区多台风， C. 降雨节气不均， D. 风向随季节相反。国家1960年 1994 年 甲 19.0 29.4 乙 27.7 80.0 丙 18.8 26.5 丁 29.7 67.3 五、西亚的回教文化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明显与东亚及印度文化有所差异，其形成的最主要的环境因素为何？ A. 地形， B. 气候， C. 种族， D. 宗教。六、印度半岛文化差异大，因而产生内部的冲突，其中以印度和哪一国家的纠纷延续最久？ A. 巴基斯坦， B. 中国， C. 孟加拉， D. 尼泊尔。七、东亚文化区的生活方式受到一种自然环境的影响，此一共同的自然环境是指什么？ A. 地形山多平原少， B. 人口密度高， C. 季风气候， D. 大河流贯本区。八、一般而言，世界可分为东亚、西方、回教、印度四个主要文化区和南洋、黑人、非洲、南太平洋三个文化小区。区分七个文化区的主要指标是什么？ A. 位置与面积， B. 地形与气候， C. 人口与种族， D. 宗教与语言。一、物产与交通。九、区域之界限划分通常很难定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下列何种区域例外可以划出明确界限？ A. 季风亚洲稻作区， B. 伊斯兰教的分布区， C. 阿拉伯语言分布区， D. 台大医院的医疗服务范围。一、台北县的行政范围。
时下列何者称为机能区域？甲，必胜客新生南路分店的外送区。乙，林口长庚医院的医疗服务范围。丙，季风亚洲道作区。丁，中德的服务范围。上述各项中哪些正确？ A. 甲乙丁， B. 甲乙丙， C. 甲丙丁， D. 乙丙丁。一、乙丁。十一世界文化区的划分乃是考量文化内涵的一致性而划分，但是偶尔也有例外。下列何区在划归文化区时纯因的原位置而划入该区？ A. 巴基斯坦印度文化区， B. 中南美地中海欧洲区， C. 南非大西洋欧洲区， D. 日本东亚文化区。一、独立国协大陆欧洲区。若将世界划分为甲、亚洲；乙、中南美洲；丙、非洲；丁、欧洲；戊、北美洲；己、独立国协跟大洋洲等地区。请回答15年1月7题。12、那些地区在目前及未来经济发展上具有经济区域核心的地位。 A. 甲乙丙， B. 乙丙丁， C. 甲丁戊， D. 丁戊己。13、那些地区因19世纪以来列强的剥削，至今仍无法发展现代工业。 A. 甲乙， B. 乙丙，C. 丙戊， D. 丙庚。一、乙庚。14、那一地区拥有悠久历史，为世界三大宗教及三大文明的发源的。 A. 甲， B. 乙， C. 丙， D. 丁。一、戊。答 E. D. B. B. C. B. 6A C D E A 11 A C B A 2亚洲地形总数一：印度德干高原西有西高指山，东有东高指山，西高指山较东高指山高而长，高原地势由西向东缓斜。德干高原哪一项地理现象与上述地形特征的关联最密切？A. 高原本体是一片古老的结晶岩地块。 B. 高原东北部富藏煤、铁、磷等矿，工矿业发达。 C. 高原西北部的土壤为火山岩风化而成的黑色土。 D. 高原上的农业以棉花、小麦、小米为主，耕作都赖灌溉。二、日本地形崎岖破碎多山，带给日本的影响可能有：甲、地下矿产丰富；乙、人口集中在凉爽的山地；丙、方言及习俗各地不同；丁、产业集中于沿海，交通便利之处；戊、政府致力于发展交通建设。正确的是 A. 甲乙丙，B. 丙丁戊， C. 乙丙丁， D. 甲丙戊。三、民国87年5月，印度不顾国际反对的压力，在其国内进行一连串的核子试爆。就人口分布的因素而论，施行试爆的地点应在下列哪一个地区？ A. 德干高原中部， B.德干高原南端， C. 印度大平原东部， D. 印度大平原西部。四、印尼是13000多个岛屿所组成的国家，其中位于摩鹿加群岛南侧的班达群岛，由海上遥望一座约600公尺圆锥状的甲，是该地最显著的特征。上述空格甲是该地最显著的特征。
空格甲，正确答案是 A. 冰山 B. 台地 C. 火山 D. 石灰岩残丘一高位珊瑚礁五中南半岛有五大河甲红河乙湄公河丙昭披耶河丁萨尔温江五伊洛瓦底江其中许多大河的下游都是精华区如果河流中上游经过不同国家可能会有水权污染治理等问题请问以上河川中何者因流经国家而最都容易有此种问题 A. 甲 B. 乙 C. 丙 D. 丁一五六成上题中国大陆预计未来一二十年内在其西南边境各河川建设一系列的水坝完成后可能影响邻国的水源下列河川中哪一条河流的水源不会受到这些计划的影响 A. 甲 B. 乙 C. 丙 D. 丁一五七东南亚的地形由西北向东南有大陆半岛大岛小岛逐渐变为破碎的线像由此一现象可以看出本区的气的哪一特征 A. 因板块撞击而形成过渡现象 B. 因火山作用而形成过渡现象 C. 因陆沉而形成过渡现象 D. 因堆积作用而成过渡现象 E. 因冰石作用而成过渡现象八东南亚过去的发展深受中国的影响无论在文化上贸易上都有密切的往来东南亚地区那些自然条件是有利于中国过去在文化上及商业上对东南亚的传播 A. 冬季的风山脉的走向 B. 夏季的风黑潮的流向C. 夏季的风山脉的走向 D. 冬季的风黑潮的流向九朝鲜半岛的地形骨干大白山偏东分布这对半岛地形产生了什么影响 A. 东岸高耸平直多港湾 B. 东岸无河流分布缺乏湾澳 C. 西岸山地直逼海岸海岸曲折 D. 东岸山脉走向和海岸平行缺乏港湾一、东岸平原较广阔人口农田多分布于此十朝鲜半岛的地理特征何者与其地势倾斜方向关系最密切 A. 重要交通线均呈南北纵贯 B. 年雨量比华北丰沛C. 年温差比日本大 D. 大河多注入黄海一、南韩人口较北纬多答 E. D. B. D. C. B. 六 C. C. A. D. D. 三、亚洲气候总数以前世界银行亚洲区副总裁曾指出在印度土壤侵蚀土质盐化淹水河过度放牧已使约 45% 的土地变为不毛之地。印度土壤的容易盐化和该地那一项自然地理特性关系最密切。A. 印度半岛气候分雨凉热三季。B. 北部喜马拉雅山是一条新褶区山地。C.印度大平原在地质时代原是一条海沟 D. 德干高原西北部的土壤由火山熔岩风化而成二、日本的年雨量比中国大陆同纬度的地区要多一倍以上其降雨来源可能有甲
冬季的西北季风，乙，夏季的西南季风，丙，冬季的东北季风，丁，夏季的东南季风，戊，台风。正确的是 A 甲乙丙， B 甲丁戊， C 乙丙丁， D 乙丁戊。一甲戊。三印度西北部沿海到内陆的气候逐渐由半干燥进入干燥气候区，位于印巴边境的阿雅斯坦省，平均年降雨量在127-508公里之间，此的平均每十年内有三年降水特多，有四年降水接近平均数，有三年降雨甚少，其中的一年将导致饥荒灾难。以上叙述指出阿雅斯坦省的降水特征为 A 年降水量太小， B 年降雨量变率大， C 规律性降水量， D 季节性降水量。四下列何者的冬夏季风风向和其他地区不同？ A 台湾， B 菲律宾， C 海南岛， D 日本本州岛。一西非几内亚湾。五亚洲农耕文化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游牧文化区，形成此两区人口密度的差异，主要原因为何？ A 后者地区环境负载力过低， B 前者工业化程度较高， C 人类的饮食习惯取自于前者， D 后者的都市化过程度过低。E 前者的地形气候变化较具多样性。六亚洲的干燥气候区有甲阿拉伯沙漠，乙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丙印度塔尔沙漠，丁中亚沙漠。以上那些沙漠的成因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所致。 A 甲乙， B 乙丙， C 丙丁， D 乙丁。一甲丙。七成上题，中国东半部、中南半岛、印度半岛等地亦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范围内，却未形成沙漠，其主因为何？ A 此区的陆地面积较小， B 有强烈的季风系统支配气流流向， C 缺乏高山阻挡气流， D 本区多台风。一纬度较低，对流较旺盛。八亚洲气候复杂，但缺乏下列何种气候？A 高地气候， B 地中海型气候， C 温带海洋性气候， D 温带干燥气候。一热带雨林气候。下图为印度半岛雨量分布图，请回答9年11月题。九请将图中甲乙丙丁的雨量由多到少排列。A 甲乙丙丁， B 乙丙甲丁， C 丙甲丁乙， D 甲丙乙丁。一丙丁甲乙。十下列那一现象和印度半岛上雨量的分布有密切关系？ A 印度河平原重水稻与黄麻， B 恒河中游塔尔沙漠仰赖灌溉， C 阿萨密省红茶世界闻名， D 德干高原有黑棉土适合植棉。一孟买是印度最大城市。十一图中雨量较多的地区，其降水类型应属于 A 对流雨， B 气旋雨， C 台风雨， D 地形雨。一梅雨。下图为亚洲地区某月的气压分布图，请回答12年1月4题。
12此图显示的是那一个月份的气候概况。A. 1月 B. 4月 C. 7月 D. 9月。13图中甲地最常出现的风向。A. B. C. D. 14下列对乙区附近空气流动特性的描述何者正确？A. 四周空气快速向乙区集中。B. 风绕着乙区呈逆时钟方向旋转。C. 干燥空气从乙区附近往外吹送。D. 乙区附近的空气不断上升。下图是日本一月的等温线分布图，请问15年1月6题。15日本一月南北温差可达摄氏20度，其影响因素为何？ A. 地形 B. 纬度 C. 洋流 D. 风向 E. 气团。16图中东岸与西岸等温线均向上弯曲，是受下列何项因子影响？ A. 暖流 B. 寒流 C. 季风风向 D. 东为大陆棚，西侧为海沟 E. 纬度。17热带雨林气候区往往因林容作用过强而不利于农业发展，印尼正处于此类气候区，但并未因林容作用过强而抑制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其因缘为何？ A. 大量施畜肥及化肥 B. 焚林产生大量钾肥 C. 火山作用火山灰富含丰富矿物质 D. 稻作对地力消耗不大。答1ABBDA 6EBCCC 11DABCB 16AC 4亚洲人文特色一东亚东南亚。一17世纪起先后成为西欧各国的殖民的欧人利用引进外侨工人发展热带栽培业，成为世界经济作物的供应地。这段话主要是在叙述那一个地理区的开发 A. 中美地峡 B. 印度半岛 C. 南洋群岛 D. 赤道非洲 E. 亚马孙河流域。下图为日本1950年到1990年历年作物栽培面积变化图。二图中显示小麦栽培面积日渐减少，减少的原因与下列那一项因素的关系最密切。 A. 食谱改变 B. 气候环境 C. 经济效益 D. 市场需求。三由作物变化图可以发现，水果、蔬菜种植面积扩大，这种农业的变化与下列那一项因素的关系最密切？ A. 农业机械化利于耕地扩充 B. 绿色革命的结果 C. 产品商业化而扩大市场 D. 都市化带来的市场需求。四日本大部分的工厂集结于东京到九州一带的沿海地区，这种现象与其和种地理特征的关系最为密切。 A. 地形破碎 B. 资源贫乏 C. 气候温湿 D. 寒暖流交汇 E. 地震频仍。五成上题，此种工业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与下列那些因素有关？甲规模经济，乙对外贸易依存，丙工业资源依赖进口，丁接近煤铁盛产区，戊聚集经济。以上诸因素何者最正确？
A. 甲乙丙 B. 乙丙丁 C. 乙丙戊 D. 甲乙戊一、丙丁戊六、东亚传统的集约稻作区不利于机械化来提高产值的主要原因为何 A. 气候多雨土质贫瘠 B. 农民贫穷技术落后 C. 多冲积土土壤疏松 D. 的狭人稠耕地狭小七、东亚的稻作农业因工业化解决了稻作危机以上叙述是指 A. 工业化使环境负载力提高 B. 绿色革命促进粮食的增产 C. 乡村过剩劳力引入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 D. 运输革新促进专业化农业东南亚包括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本区农、林、矿物资源丰富，热带栽培业发。答：展现浓厚的殖民式经济的色彩，在居民与文化方面，亦具有浓厚的过渡性。试问八年十月题。巴南洋群岛的矿物资源中那两种的储量和产量最丰富 A. 钨锌 B. 无烟煤锡 C. 石油宝石 D. 锡石油一、无烟煤石油九、中南半岛的居民和文化均具有浓厚的过渡性主要是受到那一项的影响 A. 位置B. 地形 C. 气候 D. 土壤一、植被十世界那一个地区的经济与东南亚一样热带栽培业发达具有浓厚殖民的是经济的色彩 A. 肥沃月湾 B. 西印度群岛 C. 澳洲东南部 D.波里尼西亚一、亚特拉斯山三国右表为东南亚四国的宗教信仰状况表请回答十一年十二月题十一表中何者最可能是泰国 A. 甲 B. 乙 C. 丙 D. 丁十二表中何者最可能是新加坡A. 甲 B. 乙 C. 丙 D. 丁东南亚自古深受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的影响近是复受西欧国家的殖民居民和文化呈现过渡性和多样性同时本区除带有浓厚的殖民的是经济色彩外农业亦多呈现多样性请问13年1月4题13东南亚受两大文明古国影响的主要原因是 A. 气候相似 B. 位置相近 C. 海运便利 D. 半岛与岛屿分布广14世界农业活动的方式因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可分为六种类型甲自给式农业乙集约式农业丙混合农业丁商业性谷物农业戊热带栽培业己地中海式农业盛行于东南亚地区的农业活动下列何者正确 A. 甲乙戊 B.乙丙丁 C. 丙戊己甲乙丙丁佛教十七三三十二九十五回教五十三五十五四基督教七九十二十三一印度教三零三零人口百分之 D. 甲丁己十五今天的东南亚人是世界交通贸易的十字路口
请问东南亚最大的转口贸易港指的是 A. 新加坡 B. 曼谷 C. 吉隆坡 D. 雅加达 E. 香港。16东南亚地区的地理特色何者与殖民的市的经济关系最密切 A. 人种差异大 B. 文化呈过渡性色彩 C. 多港步行都市 D. 农林矿资源丰富 E. 大河下游为人口稠密的精华区。17地理大发现时代，由达伽马发现欧洲经好望角到亚洲的新航路，此后各国海上活动急剧增加，海上贸易快速兴起。请问达伽马发现欧亚新航路的动机与欧洲人对亚洲那一项物产的需求有关 ？A. 中国的茶叶 ，B. 印度半岛的棉花 ，C. 南洋群岛的香料 ，D. 阿拉伯半岛的石油。答 ：E. C. C. D. B. C. 六 D. C. D. A. B.11 DCBAA 16 CC 5 亚洲人文特色2南亚西亚。一位于印度的瓦拉纳西可说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这里是毁灭之神湿婆管辖之地，世界各地的印度教朝圣者都想到此寻找救赎或是祈祷，甚至视之为宗老之地。瓦拉纳西的大河可为印度教徒洗净罪行，此大河指的是 A. 印度河 B. 恒河 C. 布拉马河 D. 旁遮普河。二，这是二则出现于某国都市中的征婚广告，其广告内容如下：非常英俊，运动健将，精力充沛，有崇高理想的锡克教男士，大学毕业，精通瑜伽，在革贡工厂任高职，征求非常貌美，白皙，苗条，迷人，受良好教育，并持有绿卡的淑女为偶，寄照片及星座。貌美、苗条、朴实，任职于工厂的女孩曾念教会学校，精于家务，宜家宜室，征文人阶级对象，则该都市最可能是 A. 伊斯兰马巴德 B. 喀布尔 C. 德里 D. 可伦坡。三，印度半岛北方有高山屏障，自成一封闭地区，素有次大陆之称，但半岛内划分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主要是受哪一因素影响所致 ？A. 气候 B. 种族 C. 宗教 D. 地形。四，该国地势低平，经常遭受洪患，全国人口达一亿以上，百姓生活贫困，平均每人年收入仅约$360。2000年，伊斯兰教为其主要信仰。此段叙述是指称 A. 菲律宾 B. 印尼 C. 孟加拉 D. 巴基斯坦。五，影响西亚地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 A. 地势的起伏B. 土壤的沃度 C. 气温的高低 D. 灌溉的有无 E. 距海的远近。六，清晨时分，从不远处的清真寺传来了呼叫声，提醒大家礼拜的时间到了。这是每天例行的工作，一日五次，面向麦加的方向虔诚朝拜。
因地处热带沙漠区，为适应环境发展出一些特殊的禁忌，例如不食猪肉。以上叙述即可。能在下列哪一个国家看到 ？A. 意大利 B. 柬埔寨 C. 以色列 D. 斯里兰 E. 沙烏地阿拉伯。七西亚绿洲区由于的窄人稠，因此当地人民利用何种方式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A. 作物层层分布 ，B. 施用化肥 ，C. 劳力密集 ，D. 机械化。一、大量灌溉。八、除宗教性与军事性的都市外，西亚主要都市的兴起多与自然资源有关。其所谓的自然资源是指什么 ？A. 水 B. 煤 C. 森林 D. 石油。九、西亚东起阿富汗、西达地中海，政治上分为16个国家，把这些国家合并为一。各地理区的理由是什么 ？A. 气候干燥单调 ，B. 高原地形遍布 ，C. 宗教信仰相同 ，D. 种族单纯一致。十、下列那一个国家在政治上亲美，与阿拉伯诸国不同，然而却因握有两河流域水源的掌握权，使其在西亚事务上有一定的发言分量 ？A. 土耳其 B. 以色列 C. 叙利亚 D. 黎巴嫩 E. 约旦。十一、火旺在旅游日记中描述一的，这是世界性的宗教圣地，我在这聆听犹太教祈祷的声音，回教的吟诵随后传来，不一会儿，基督教堂的钟声又越过清真寺飘送到远方。请问文中叙述的城市是指 A. 麦加 B. 麦地那 C. 耶路撒冷 D. 巴格达。一、大马士革。美国时间西元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子星摩天大厦与华府五角大厦遭受恐怖分子劫机攻击事件，酿成惨重的伤亡。美国政府认定此事件为阿富汗境内的盖达组织的恐怖分子所为，乃积极进行缉捕凶手行动。请回答12年1月4题。12、美国准备攻击阿富汗，首先请求巴基斯坦的协助，最主要因素为何 ？A. 巴基斯坦临近阿富汗，断绝巴国协助阿富汗。B.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相处不睦，双方合作对阿富汗作战。C. 坚壁清野，断绝阿富汗军队的撤离。 D. 阿富汗位于内陆国，需取到巴基斯坦。13、美国攻击阿富汗的飞机已停在下列那一海域附近的舰艇起飞距离最近 ？A. 黑海 B. 地中海 C. 阿拉伯海 D. 红海。14、阿富汗位于中亚、西亚和南亚接壤之处，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但是传统上被认为侵入容易，活着出来很难，此与下列那一项地理条件最为有关 ？A. 境内山地崎岖难行，反抗军易于藏匿 ；B. 全年酷暑干旱，入侵者难以忍受 ；C. 盛产石油，执政者得借以扩充军备 ；D. 国土形势封闭，造成人民排外意识强烈。
十五多年来，里海的油气开发公司一直希望新建一条从里海到地中海岸的输油管线，在避开伊朗领土和减少油管长度的考虑下，这条输油管线最适合经过那一的区 A. 乌拉山区 B. 高加索山地 C. 哈萨克高地 D. 中亚内陆盆地。答 E B C C C D 六 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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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C D C B B 六欧洲概述与地形总数。第四纪时，欧洲北部有大陆冰河覆盖，导致德国、波兰北部的平原区北有冰砌石堆成的冈腹和沼泽洼的，向南则为外徙平原。试问一年三月题，一覆盖欧洲北部的大陆冰河，系由那一个山区向下滑动的 ？A. 本宁山 ，B. 基阿莲山 ，C. 阿尔卑斯山 ，D. 喀尔巴千山。二、全球除欧洲北部外，第四纪时还有那一个地区曾有大陆冰河的覆盖 ？A. 蒙古高原 ，B. 澳洲东南部 ，C. 青康藏高原 ，D. 北美洲北部。一、巴塔哥尼亚高原。三、除德国、波兰北部的平原外，下列欧洲那一项特征与此一大陆冰河有密切相关 ？A. 莱茵河中段峡谷地形发达 ；B. 阿尔卑斯山南坡陡而北坡缓 ；C. 巴伐利亚高原有许多小湖散布 ；D. 德波两国中部台地有黄土堆积 ；E. 瑞士境内遭湖由西南向东北错落散布。四、基阿莲山西陡东缓，瑞典和挪威分居东西两侧。下列地理环境的比较何者与此种地势的关系最密切 ？A. 雨量挪威较丰沛，瑞典则较少。B. 气温挪威较高，瑞典则较低。C. 天然植被挪威以苔原为主，瑞典则以针叶林为主。D. 产业活动挪威以海运和渔业较发达，瑞典则以工矿业较盛。一、地形挪威沿海多峡湾，瑞典境内则多槽湖。五、德国北部平原各大河川皆向北流入海中，其间缺乏联系，乃及运河的开筑沟通东西向的交通，这些联络运河皆沿那一类天然孔道而开辟。 A. 风蚀洼地 B. 经地震掩埋而重新露出的洼地 C. 单面山的缓坡谷地 D. 轻微断层作用的断层线 E. 昔日冰河面的流水河床六、横亘中欧内陆的阿尔卑斯山拥有不少宽而平的天然孔道，因而对南北欧之间的交通并不造成严重的阻碍。这些天然孔道是指 A. 核实作用的通谷 B. 断层作用的裂谷 C. 溶蚀作用的岩沟 D.冰石作用的冰河槽，一、褶曲作用的向斜谷。七、欧洲各地区中，在地形、气候、海洋和港湾四方面皆最具优越性的是 ：A. 东欧 ，B. 西欧 ，C. 南欧 ，D. 北欧。八、挪威是各峡湾地形发达的国家。请问峡湾的成因为 ？A. 冰河外徙，冰气堆积 ；B. 冰河切割，海水入侵 ；C. 冰河融化 ；D.
地层下陷。D. 断层陷落，海面上升。九、新生代第三纪时期，非洲古大陆向北推移，使古地中海面积缩小，欧洲那一项自然环境特性和此一事实的关系最密切。 A. 全境无沙漠气候。 B. 六块破碎，港湾岛屿众多。 C. 是全球著名的气温正偏差区。D. 三面环海，有许多半岛深入海洋。一、南部山势高峻，北部山脉则较低矮。时欧洲的自然环境南北互异，自北而南，大致呈现那一项特征。 A. 六块愈来愈完整。 B. 山地愈来愈低平。 C. 气候愈来愈潮湿。 D. 森林愈来愈浓密。一、地质愈来愈年轻。十一、右图是冰河地形中端气的地形图，若该图形成于欧洲地区，则甲乙两侧所指的方向依序最可能出现那两个国家。 A. 挪威、芬兰。 B. 瑞典、德国。 C. 波兰、芬兰。 D. 瑞士、冰岛。十二乘上题，此冰河前缘地区若要发展农业，需采那些技术善地理环境，甲灌溉、乙排水、丙施肥、丁防风、戊洗盐。以上正确的组合为 A. 甲乙。 B. 乙丙。 C. 丙丁。 D. 甲戊。一、丁戊。十三、根据右图所提供的讯息，判断该地最可能是下列那一国家海岸地区的典型景观。 A. 挪威。 B. 纽西兰。 C. 日本。 D. 西班牙。答 E. B. D. D. E. 六 D. B. B. E. 十一 B. B. A. 七、欧洲气候总数。一、一的雨量的多寡常与山脉的走向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迎风坡雨水充沛，气候湿润，背风坡则干燥少雨，有时甚至会出现焚风。请问下列那一组城市的降水特性足以反映上述迎风坡、背风坡的降水情形？ A. 里约与圣保罗。 B. 卑尔根与奥斯陆。 C. 渥太华与蒙特利尔。 D. 莫斯科与圣彼得堡。 E. 阿姆斯特丹与鹿特丹。 二. 在中欧的阿尔卑斯山区，牧民的山牧记忆活动多在背风坡进行，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A. 坡度较平缓。 B. 初春有焚风。 C. 雨量较少。 D. 日照较充足。 E. 较接近市场。三、西欧的自然环境适合各种产业发展，唯独对农业活动略有限制。就谷类作物而言，西欧发展农业最不利的自然条件是什么？ A. 热量不足。 B. 降水过多。 C. 西风强劲。 D. 排水不良。 四、法国地中海沿岸和龙河谷地南部地区，夏季炎热少雨，阳光充足，冬季温暖多雨，是西欧气候最优良的地区。文中所谓气候最优良的条件，最有利于下列那一项活动？ A. 农业生产。 B. 旅游发展。 C. 工业发展。 D. 畜牧活动。 1. 海上交通。
五、影响欧洲境内东温症偏差大小分布的最主要因素是 A. 纬度的高低 B. 地势的高低 C. 季风的方向 D. 气团移动的方向一、距海洋的远近。六、下列那一个地区的传统农牧活动和该地经常发生焚风有密切关系 A. 印度的水稻农业 B. 塞内加尔的定根农业 C. 瑞士南部的山木记忆 D. 法国北部的三普市农业一、西班牙东南部的前根七、瑞士南部、德国南部、奥地利西部等阿尔卑斯山北坡地区，牧人常以山牧祭仪的方式从事畜牧业活动。下列那一项特征是该地盛行山牧祭仪的主因 ？A. 降水量较多 ，B. 坡度较平缓 ，C. 日照时间较短 ，D.初春常有焚风吹袭。一、为欧洲主要大河发源地。八、法国西北部、中央山地西侧及阿尔卑斯山北半部，畜牧以牧牛为主。中央山地东南侧及阿尔卑斯山南平部，畜牧以养羊为主。导致这种分布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A. 坡度的大小 B. 市场的远近 C. 日照的强弱 D. 雨量的多寡一、牧场的大小九、英国与丹麦的农业活动原以栽培谷物为主19世纪中叶以后北美洲小麦向欧洲倾销英但两国谷类作物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而纷纷改农耕为畜牧导致因但两国谷类作物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主因是 A. 气候冷湿 B. 劳力不足 C. 耕地破碎 D. 土壤贫瘠一、西风强劲时西北欧是全球最显著的东温症偏差区此现象与该区的那一项事实关系最密切 A. 地势低平广袤 B. 河川水系发达 C. 沿海有强劲暖流经过 D. 山脉多呈东西走向11欧洲自英国的伦敦盆地向东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德国、波兰到俄罗斯平原是一平广大的平原地带。这种地势低平的地形特征对欧洲直接影响是 A. 土壤肥沃适合发展农业 B. 交通发达水运重于陆运 C. 宗教信仰一致D. 往来便利语言相似沟通容易一、暖湿的西风可深入到东欧12欧洲沿海降雨的季节分配北部以秋冬两季较多导致这种差异的因素是 A. 地势高低不同 B. 纬度高低 C. 植被疏密有益 D.行星风带的记忆一、北大西洋洋流系统的变化13冬夏温度的变化是大陆性和海洋性气候的差异所在下列那一组城市的气候特性最足以反映大陆欧洲海洋欧洲的发展差异 A. 马赛与巴黎 B. 布达佩斯与伦敦C. 柏林与布鲁塞尔 D. 华沙与罗马答 EBBABE 6CDDAC 11EDB
八、欧洲人文特色一、东欧、北欧。一、波兰是东欧主要农业国，除受地形及气候的影响外，其利于农业的环境还有受到那一种土壤的注意。 A. 黄土 B. 黑浅土 C. 灰化土 D. 砖红土一、黑盖土。二、呈上题，该土壤在此的发育盈利主要来自 A. 风机作用 B. 冰机作用 C. 铁铝化作用 D. 磷溶作用一、钙化作用。三、塞尔维亚南部的科索沃寻求独立，塞尔维亚不惜出兵镇压，导致北约组织出兵干预。科索沃的居民主要是来自同样信仰回教的那一国移民 A. 土耳其 B. 希腊 C. 罗马尼亚 D. 马其顿一、阿尔巴尼亚四、在东欧境内有亚洲民族孤岛之称，农牧立国，以巴士及卡车著名于世，该国是 A. 波兰 B. 捷克 C. 匈牙利 D. 阿尔巴尼亚五、东欧北起波罗的海，南起爱奥尼亚海，分布有许多国家，将这些国家合并化为一区主要理由之一是 A. 大多具欧洲各种自然环境的优越性B. 皆曾经沦为共产国家 C. 大多信仰东方正教 D. 民族和语言颇为单纯一致一、经济基础大多以农牧为主六、欧洲的那一国家拥有六个共和国五大民族四种语言三种宗教和两种文字的复杂文化背景后来因而分裂的位 A. 南斯拉夫 B. 捷克 C. 波兰 D. 芬兰一、西班牙七、人口议题日益受到全球重视但是各国所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目前北欧各国最主要的人口问题是 A.自然增加率居高不下 B. 社会增加率大幅上升 C. 人口分布不平均 D. 高龄人口比例偏高八、小宝到北欧旅游七月二十二日那天下午六点他看到太阳仍高高的挂在西方的海平面之上午夜十二点太阳仍然在北方的海面上隔天他与当地原住民拉普人合影留念根据以上叙述他最可能在那一国家 A. 丹麦 B. 瑞典 C. 芬兰 D. 挪威一、冰岛九、斯堪的半岛的农业主要种植根茎作物而不栽培谷物影响此耕作现象的因素是什么 A. 北美洲小麦的倾销 B. 人口稀少劳力不足 C. 地势崎岖交通不便 D. 冰河地形土壤较薄一、夏温太低积温不足使北欧五国产业甲芬兰的森林工业乙瑞典的工矿业丙挪威的海运业丁丹麦的畜牧业戊冰岛的渔业那些与冰河地形具有直接的影响关系 A. 甲乙 B. 甲丙 C. 乙丙 D. 乙丁丁丁戊十一、频繁的火山爆发、险恶的地震和雪崩、
贫瘠的土质，缺乏可开采利用的矿藏和木材资源，使其人民磨练出坚韧不拔的性格，但丰富的地热资源抵消了北极的寒冰，富饶的渔场，渔民娴熟的捕捞技能，使其渔业生产足以媲美西方先进国家。以上叙述应是北欧那一个国家 A. 芬兰 B. 瑞典 C. 挪威D. 丹麦 E. 冰岛。12. 欧洲那一地区教育普及，生活水准高，经济成长稳定，财富分配平均，社会福利完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经济民主的典范。 A. 东欧 B. 南欧 C. 西欧 D. 北欧。13. 北欧五国的地理环境有何共同特色？ A. 均有冰河地形 B. 均为日耳曼人 C. 均有永昼和永夜现象 D. 二次大战前在海外均有广大殖民的 E. 均是欧洲联盟的一份子。答 EAAECB 6ADDEB 11EDA 9. 欧洲人文特色2西欧、南欧1荷兰、比利时均为面临北海的狭人稠的国家，在第一级产业上，荷兰的牧业重于农业，比利时却农业重于牧业，主要受到那一项因素的影响 A. 土壤的性质 B. 人口密度的大小 C. 地势的高低起伏 D. 距离主要市场的远近 E. 早期殖民的的辖二荷兰的农地面积有85万公顷，牧地却有120万公顷，形成此种土地利用方式的主要原因是 A. 气候凉湿 B. 劳力不足 C. 排水不良 D. 土壤盐分高。三、世界各国为解决粮食自给的问题，常采取各种应该对策，包括甲扩大栽培面积，乙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丙培育快熟品种，丁改变饮食习惯。 A. 甲乙 B. 甲丙 C. 乙丙 D. 乙丁一、丙丁。四、多官方语言是欧洲许多国家的特色，下列那一个国家同时具有二种以上的官方语文 A. 瑞典 B. 荷兰 C. 比利时 D. 西班牙一、奥地利五、荷兰东北须田在分区租给农民之前，先前政府在田上栽种谷类、油菜、木菜等作物，主要的目的是 A. 供应附近城市需要 B. 提供须田居民食用 C. 促进土地排水效果 D. 培养土壤肥力一、回收须田开发成本六、德国的工业主要集中于鲁尔、萨尔和萨克森三大工业区，这三个工业区都是因为拥有那一种天然资源而逐渐发展起来。 A. 石油 B. 铁矿 C. 煤矿 D. 森林一、水利。西欧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重心所在，人烟稠密，产业发达。请问七年九月题七、英国是全球都市化最早也是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A. 工业化最早 B.
海外殖民的广大。C. 生活水准高。D. 农村贫穷。E. 为北大西洋文明中心。八爱尔兰岛的农业以马铃薯及畜牧为主，系受下列那一因素的响应 ？A. 土壤贫瘠。B. 山多平原少。C. 耕种技术落后。D. 缺乏灌溉渠道。一、气候冷湿多雨。九、英国的土地利用偏重于畜牧业，系受下列那一自然条件的影响所致 ？A. 降雨太多。B. 气候冷湿。C. 土壤含碱高。D. 雨量变率大。一、天然植被。石小英的旅游日记记载着。我们看到许多古老的教堂，其中的一座由黑、白两色的大理石所建造。依据导游的介绍，这是世界第二大教堂。除了这些教堂之外，我对这个国家印象最深刻的另一观光据点，是一座被火山岩浆所淹没的古城遗迹。根据文字中对于该国的叙述，你认为小英所描述的应该是下列那一个国家 ？A. 希腊。B. 意大利。C. 奥地利。D. 英国。一、德国。十一、南欧的农业在工业浪潮响应之下有相当大的变迁，下列何项变迁与事实不符 ？A. 耕作日趋集约。B. 农地极少休耕。C. 农业趋向商业。D. 时鲜作物的栽培面积增加。一、粮食作物与园艺作物同等重要。十二、南欧地形崎岖，土壤大多贫瘠，夏炎热，冬温湿，阳光充足。古希腊、罗马人利用此种自然条件生产下列那些物品，并成为主要的输出货物 ：A. 鱼干和海盐 ；B. 木材和石材 ；C. 羊毛和小麦 ；D. 葡萄酒和橄榄油。十三、地中海型气候夏干冬雨，下列各项叙述何者错误？A. 此气候形成主要是因为风带记忆。B. 夏季干热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笼罩。C. 凉流流经为冬季带来雨量。D. 水汽来源主要是西风。从飞机上往下望去，整片黄沙，偶尔夹杂着点点绿丛，真令人以为到了另一个星球。下飞机后，我们乘着旅行社租来的游览车，沿着海岸公路疾驰，所看到的仍是黄沙为主的景观，同时那一点点的绿丛，近看原来是一株株的橄榄树，与稀稀的灌木丛，为这个黄色世界添增一分生气。请回答十四年一月五题。十四、根据上文的描述，该地方最有可能位于那一个国家或地区 ？A. 巴西高原。B. 马来西亚的婆罗洲。C. 西班牙南部。D. 挪威北部。一、纽西兰的南岛。十五、该地方的气候最有可能属于那一种类型 ？A.高地气候。 B. 温带地中海型气候。 C. 温带季风气候。 D. 热带莽原气候。 E. 热带雨林气候。16. 地中海型气候与南欧农业的那一项特征关系最为密切。 A. 坡地多辟为梯田。 B. 灌溉设施极为重要。C.
畜牧业以山木记忆为主。地土壤浅薄而贫瘠。一可耕地不多。十七一个地区的农场多分布于谷地和缓坡地，主要栽培蔬菜、谷类和果树。其耕作方式通常是种植一年再休耕一或二年，并需要大量的劳力。根据以上描述，该地区最可能在何处？ A. 台湾中部 B. 西北欧 C. 南欧地中海区 D. 南美东部 E. 美国中西部。答 EADACD 6 CAEBB 11 EDCCB 16 BC 十独立国协。以独立国家国协的自然环境特征包括：甲地形平坦单调，乙冬寒而长夏短而热，丙针叶林广林业资源丰富，丁富藏各种金属矿物。以上特征中，纳尔项与该国协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台地的谷地块上关系较为密切。 A. 甲乙 B. 甲丙 C. 甲丁 D. 乙丙一丙丁。二中亚地区位于内流区，过去苏联在此利用河水发展灌溉，便目的为棉田，导致内流河的终点湖堡受污染，而造成许多环境灾难。这些受污染的湖泊中，哪一个位于哈萨克与乌兹别克之间？ A. 里海 B. 黑海 C. 咸海 D. 巴尔喀什湖。一贝加尔湖。三冬季酷寒而绵长，是独立国协的自然特征之一。就该国五大地形区言，此特征在何区表现得最为显著？ A. 俄罗斯大平原 B. 中亚内陆盆地 C. 东部西伯利亚山地 D. 中部西伯利亚平原一西部西伯利亚平原。四俄罗斯的工业发展甚早，成就也相当显著，但却常有不平衡的工业发展之称。下列那一方面的不平衡最显著？ A. 原料供应与消耗 B. 轻重工业的比例 C. 工业区与市场的距离D. 工业发展与能源供应。一、劳工供应与市场需求。五、独立国家国协的气候寒冷干燥，其主要的水汽来自于下列何者？ A. 大西洋 B. 北极海 C. 太平洋 D. 黑海。一、里海。六、多年来里海的油气开发公司一直希望新建一条从里海到地中海岸的输油管线，在避开伊朗领土和减少油管长度的考虑下，这条输油管线最适合经过那一地区？ A. 乌拉山 B. 高加索山 C. 哈萨克高地 D.中亚内陆盆地。一俄罗斯大平原。2001年7月年5月中旬，西伯利亚因河川解冻，冰块堵塞河道，造成百年来的最大水灾，有近万间房舍被淹没，数万人无家可归。此次水灾除天气因素外，尚与当地河川的那一项特性关系密切。 A. 河川长度 B. 河川流向 C. 河谷宽度 D. 河床坡度。一、
河水深度。八，在北半球某地区分布着一种强酸性的土壤，由于其在 A 层表涂层的底部有一灰白色层，而被称为灰壤或灰化土。此种土壤分布地区的主要产物是什么？ A. 谷类， B. 蔬果， C. 乳酪， D. 肉品。一、木材。九、俄罗斯有那一条铁路连贯莫斯科、乌拉山、库斯巴茨、贝加尔湖等四大工业区，使原料和成品的运输甚为便利。A. 土西铁路， B. 中亚铁路， C. 里海铁路， D. 西伯利亚铁路。独立国家国协全区可分成甲、俄罗斯大平原、乙、西部西伯利亚平原、丙、中部西伯利亚高原、丁、东部西伯利亚山地、戊、中亚内陆盆地等五大地形区。由于各地形区环境不同，区域特性也不一致，请问十丢的十二题。十、那一地形区曾在第四纪时为大陆冰河所盘踞，留下大量冰河地形。 A. 甲， B. 乙， C. 丙， D. 丁。一、戊。十一、棉花为独立国家国协的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独立国家国协的棉田主要分布在那一个地区？A. 甲， B. 乙， C. 丙， D. 丁。一、戊。十二、下图为某一气候类型的典型气温与量图，该种气候最可能出现在那一地形区？ A. 甲， B. 乙， C. 丙， D. 丁。一、戊。立陶宛于1990年3月戈巴契夫就任总书记的五周年纪念日正式宣布独立。二、十天后爱沙尼亚宣布独立，不久拉脱维亚宣布独立，从该年6月到10月之间，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等相继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1991年，这个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联盟国不复存在。从联盟分裂出来的国家，除乌兹别克、土库曼等位于亚洲的国家，仍维持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外，其他多数位于欧陆的国家及波罗的海三小国则采行自由经济制度。请问13-14题。13、上文中所称的联盟国家是指1991年以前存在那一国家？ A. 俄罗斯联邦， B.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C.独立国协， D. 俄罗斯帝国。14、此一联盟瓦解后，现在面积最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下列哪一个？ A. 白俄罗斯， B. 哈萨克， C. 乌克兰， D. 俄罗斯。答 ECCCBA 6BBEDA11EDBD 11. 非洲自然总数。以非洲的肯亚和萨伊都有赤道通过国境，年温差都小，但前者气温凉爽宜人，而后者终年高温。此种差异的主要响应因素是 A. 地势的高低， B. 湖泊的大小， C. 洋流的性质，D. 盛行风的背风处。
二、非洲的热带雨林气候区和热带莽原气候区的植被形态不同，形成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 A. 气温的高低 B. 雨季的长短 C. 风力的强弱 D. 降雨量的多寡 E. 降雨强度的大小三、非洲年雨量空间分布的最明显特征是 A. 自东向西递减 B. 自北向南递减 C. 自南向北递减 D. 东西对称分布 E. 南北对称分布四、非洲中部和南美洲都有赤道通过，但非洲的热带雨林区位在赤道区的西部，而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区位在其赤道区的中、东部，形成雨林区这种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何 ？A. 地形分布 B. 六块面积 C. 海岸形态 D. 行星风系五、我们探勘的非洲地形上有许多熔岩高原和火山，爬上山顶还可见到皑皑白雪。上述最可能位于非洲何处 ？A. 西非内陆地区 ，B. 东非裂谷两侧 ，C. 中非刚果盆地以北 ，D. 撒哈拉沙漠境内 ，E. 南非高原。六、非洲六块在地质上十分古老，下列那一种特色与此古老的岩层具有最密切的关系 ？A. 矿藏丰富 ，B. 岛屿稀少 ，C. 平原狭窄 ，D. 大河不多 ，E. 沙漠广布。七、非洲干燥气候面积约占三分之一。有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主要是受那一个因素影响 A. 身居大陆 B. 地形以高原为主体 C. 副热带高气压影响 D. 西侧有凉流经过 E. 未盛行风的背风处八、非洲近代一直都是列强的殖民的，各方面都深受殖民的影响，以下那一叙述不正确 A. 殖民者以自己的利益划分国界，没有顾虑种族文化背景，使今日纠纷不断 B. 三角贸易时期的非洲奴隶贩卖，造成非洲人口因此减少约一亿人 C. 殖民虽已结束，目前南非人为白人总统掌政。D. 因长期殖民，造成仅依赖一种或数种农矿产品输出之单一经济。一、民族复杂，许多国家没有优势语言，仍以殖民母国的语言为通用语。九、非洲的五大地理区包括甲、北部非洲、乙、西部非洲、丙、中部非洲、丁、南部非洲、戊、东部非洲，何者最不符合黑种人的非洲的描述 ？A. 甲 B. 乙 C. 丙 D. 丁一、戊撒赫尔 Sahel 是一片缓和起伏的草原，宽约200到400公里，北边与撒哈拉沙漠卫林，南边虽与林地接壤，是干燥东北风与潮湿西南风的交汇区。当西南风无法深入内陆时，严重干旱常会造成撒赫尔地区作物欠收。请回答十年十二月题。石右图中那一地区在撒赫尔的范围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十一影响撒赫尔地区干燥东北风与潮湿西南风交替的主要原因为何 ？A. 冷暖气团的交汇 ，B. 温带气旋的移动 ，C. 艾尼纽圣婴现象的发生 ，D. 间热带符合区的南北移动。十二，下列那一气候图最能表现撒赫尔的气候特征 ？A、B、C、D。答 ：E、A、B、E、A、B。六 ，iCat。十一 ，DC。十二，非洲人文特色。以非洲各国的经济活动多以农牧业为主体，其中热带栽培业最发达的地区分。布于那两处 ，A. 东非、西非 ，B. 西非、中非 ，C. 中非、南非 ，D. 南非、东非。一、西非、北非。二、西非各国滨海者很多，其国土形状多由沿海向内陆延伸成长条状。此一现象和。下列何者的关系最密切 ？A. 种族差异 ，B. 西方殖民 ，C. 矿产分布 ，D. 山脉走向。一、雨量多寡。三、尼罗河谷地之所以能发展成为非洲农业活动最集约、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与尼。罗河的那一项水文特性最有关系 ？A. 亚斯文以下的河道富航运之力 ，B. 全长6690公里，为世界最长的河流 ，C. 中上游多急流瀑布，水力蕴藏丰佳 ，D. 开罗以下的河道作扇形分流，支流众多。一亚斯文水坝完成前，每年夏季定期泛滥。四南非素以矿产著名，诸如金矿、钻石矿及白金矿等。其之所以有这么多矿藏，与下列何者最有关系 ？A. 地质多断层 ，B. 地层排列整齐 ，C. 河川堆积作用旺盛。D. 地层褶区作强烈。一、地层为古老的结晶性基岩。五、在黑人非洲文化区中，那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曾受季风亚洲文化的影响，而有开辟梯田种植水稻的传统。A. 刚果盆地。B. 尼罗河流域。C. 马达加斯加岛。D. 索马利亚高原。一、莫桑比克高原。六、非洲的西方之岛具有浓厚的欧洲文化色彩，其主要原因在于 A. 气候类似欧洲，适于白人居住。B. 面临地中海。C. 地形平坦，曾为德国殖民的。D. 冬暖夏凉，利于推广欧式农作。一、文化背景单纯，居民亦受基督新教熏陶。七、位于非洲边缘的马达加斯加岛，其文化景观受下列那一个国家的影响最大 ？A. 印尼 B. 日本 C. 英国 D. 西班牙一、葡萄牙八非洲大部分的国家经济活动均以农牧为主体，其中农业土地利用最集约的区出现在那一部分 ？A. 南非 B. 西非 C. 中非 D. 东非一、北非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到达美洲。达伽马发现好望角到亚洲的新航路。此后，各国的海上活动急剧增加，海上贸易快速兴起，
世界各地的产业活动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请问九年十一月题，九号旺角位于下列哪一地区？ A. 西非， B. 南非， C. 马来半岛， D. 印度半岛。一、阿拉伯半岛。石达伽马发现欧亚新航路的动机和欧人对亚洲那一项物产的需求有关。 A. 中国的茶叶， B. 日本的生丝， C. 印度半岛的棉花， D. 南洋群岛的香料。一、阿拉伯半岛的石油。雨季时从首都南下，七号公路沿途梯田绿悠悠，这是几百年来人类耕耘的成果。十月至次年四月的雨季时，大雨一冲，红泥巴水涨满溪谷。二十几年前，美国人从太空中看到慈德的滂沱洪江缓缓坠入印度洋，惊呼倒在流血。公路两旁居民的脸孔像一幕幕风景，高地上的美丽拿人和贝茨留人，外表上和东南亚居民一般无异，越往南行路旁微笑回首的换成巴喇人和维佐人，其肤色和五官则显示着非洲班图族的基因。本地除了因移民而融合产生的人种和文化外，再加上印度教和回教的影响，使得本区展现出极丰富的人文风貌。根据上文叙述，回答十一年十二月题。十一一文中所述，本区显然位于文化传播之十字路口，方能成就此种多元文化风貌。此岛国最可能为下列何者？A. 马达加斯加， B. 新加坡， C. 斯里兰卡， D. 印尼。十二，岛在流血。这其实是一个警讯，对当地人们提出了警告。试问，可能因那些人文条件造成了此种现象的产生。甲，滥伐林木；乙，连年战乱；丙，过度开垦；丁，开矿过度；戊，人口集中。正确的选项为 A. 甲乙丙， B. 甲丙丁， C. 乙丙戊， D. 甲丙戊。大地嵌在此的造成如大峡谷般雄丽的景色，然而这个非洲最古老的国家在度面临严重的饥荒问题，一个外国援助组织的工作人员对着老天爷说，原本是我们的雨水竟下到莫桑比克去了。连续两年的干旱使得一位母亲无奈地抱着瘦骨嶙峋小孩的巨幅照片再度出现在2000年国际新闻版上。当地三百多万年前，露西老祖宗学会用两脚直立在这块土地上行走时，他当然不会想到数百年后他的后裔正一方面使用战争杀戮分出你我，另一方面却又不分彼此的与这块土地的干旱、饥荒与艾滋病共同对抗。根据上文，请回答十三年一月四题。十三，这个非洲国家是 A. 苏丹， B. 肯亚， C. 伊索比亚， D. 奈吉利亚。十四，虽然陆续得到许多国际组织的援助，这个国家仍旧出现严重的饥荒问题，主要原因甲生育率高，人口压力大；乙，连年的战争影响农业活动；丙，沙漠面积广大，自然环境差；丁，
全球气候异常造成此的干旱。正确的选项为 A. 甲乙丙 B. 甲乙丁 C. 甲丙丁 D. 乙丙丁。答 1ABEEC 6BAEBD 11ADCB 13盎格鲁美洲自然环境总数。以北美洲为全球湖泊最多的大陆，其湖泊形成主要引力是 A. 核蚀作用 B. 溶蚀作用 C. 冰蚀作用 D. 断层作用。下图是某种地形示意图，请问二年四月题二塑造该种地形的主要作用是 A. 冰蚀 B. 断层 C. 核蚀 D. 褶区一溶蚀。三该种地形在欧洲的那两个地区分布最为普遍 A. 西欧北欧 B. 东欧南欧 C. 东欧北欧D. 北欧中欧一西欧中欧。四北美洲的自然地理特色中，何者与该种地形的作用关系最密切 A. 全球湖泊最多的大陆 B. 南北纵走的山系 C. 大平原呈波状缓起伏 D. 老褶区山地多通谷一大河流向呈放射状。五美洲东岸结晶岩及古褶区山地，西岸则为火山活动明显的新褶区山地。美洲的那一项产业与上述现象最有关系 ？A. 农业 ，B. 林业 ，C. 渔业 ，D. 牧业。一矿业。六影响北美气候的主要因素有甲纬度乙地形丙气团丁洋流五气旋。美国自阿帕拉契山脉向西直达洛基山东侧山路地带的一片广大地区，冬夏气温变化剧烈，主要系受那些因素的影响 A. 甲乙 B. 乙丙C. 乙丁 D. 丙丁一丁五七根据右图北美洲七月等温线图，请研判图中摄氏20度等温线向南转折，以及摄氏10度等温线向北延伸，主要系受何种因素之影响 A. 纬度 B. 气团 C. 气旋D. 洋流一地形八甲高大山系乙低缓高地丙广阔平原是盎格鲁美洲的三大地形。若依由东向西排列，其正确的顺序为 A. 甲乙丙 B. 甲丙乙 C. 乙丙甲 D. 乙甲丙一丙乙甲九盎格鲁美洲中部大部平原的中北部，年温差高达摄氏40度以上，其成因与下列何者最相关 ？A. 纬度偏高 ，B. 拉布拉多寒流影响 ，C. 为极地大陆冷气团的发源的 ，D. 六块硕大，地形平坦。一为温带气旋的孕育带。十中世纪时，北欧的维京人是善于航海的民族，他们甚为活跃，甚至一度以冰岛为跳板，向西航行到北美的格陵兰岛，沿岸航行到圣罗伦斯河口的纽芬兰岛附近，但最终并没有定居下来。如果以维京人航行所看到的景观，当时北美地区的特色应是
A. 雨量比家乡丰沛。B. 气温较家乡寒冷。C. 沿岸地区阳光普照。D. 沿岸土著栽培玉米。答 E. C. A. D. A. E. 6. B. D. C. D. B. 14. 盎格鲁美洲人文特色。以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在工业革命后，农业土地利用方式由传统的杂耕农作转变为以酪农业和园艺性农业为主的专业化农业，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是 A. 市场需求增加 B. 交通改善 C. 新品种传入 D. 耕作机械化 E. 大量使用化肥二美国畜牧业的分布和下列那一个农业带的分布最为相关 A. 小麦 B. 玉米 C. 稻米 D. 乳酪 E. 棉花三自16世纪欧洲人民移美国后也将其原乡地名带到美国目前美国境内那一条河川的下游一带即有许多法语地名 A. 哈德逊河 B. 格兰特河 C. 密士施比河 D. 波多马克河 E. 科罗拉多河四美国在早年为了种植棉花的需要从非洲输入大量的奴工依据这个背景因素来推论早期的黑人人口最可能集中于美国的那一个地区 A. 东北部 B. 中西部 C. 西部 D. 北方 E. 南方五美国东北角的新英格兰地区农业活动由早期的杂耕自给性农作转变为现代的专业化农牧经营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 A. 土壤贫瘠 B. 都市兴起 C. 劳力不足 D. 地势崎岖 E. 气候冷湿六美国中西部东起俄亥俄州西至内布拉斯加州的地带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8% 是美国玉米的主要生产带该带农业活动的形式是 A B C D E 79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各地的农业活动主要依赖人力与受力种地收成直到1889年第一具液影机与甲地问世后履带式或梳子式的农耕工具才开始普及以甲的发展为例1907年仅600多辆液影机到了1950年则多达340万辆请问甲地最可能出现在下列那一个地区 A.北美大平原 B. 阿根廷彭巴草原 C. 中国松辽平原 D. 东欧平原 E. 澳洲西部低地八美国农业呈明显带状分布各农业带选择作物时最主要考虑是 A. 气候的特性 B. 地形的起伏 C.市场的价格 D. 土壤的性质 E. 交通的状况加州的中央谷地位于海岸山脉和内华达山脉北有萨克拉门多河贯穿南端则有圣约金河年可二年三月或为美国重要温带水果和蔬菜的生产地下图为中央谷的位置图表意为中央谷地梅瑟的气温和降雨资料其海拔高度为52公尺请问
九年十一月题。表一，月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气温，摄氏度七点九十点一十二点四十五点五十八点九二十二点五二十五点二二十四点五二十三点一十八点三十二点四八点六年均温十六点六。降雨，公里八一七六六零三六一五三零一五二零三七八二年雨量四百一十六。九，下列有关该区气候特征的叙述何正确 ？A. 四季如春。B. 夏季副热带高压笼罩。C. 秋季多雷阵雨。D. 冬季盛行东行季风。使本区有若无灌溉，谷地将是沙漠的情形。其灌溉水源主要来自 ：A. 淡化的海水 ；B. 自流井水 ；C. 高山雪水 ；D. 深井的水。十一，加州农作物一年可二到三获，最重要的原因为何 ？A. 土地面积广大。B. 灌溉系统发达。C. 临近消费市场。D. 全年无霜期长。十二，近一百多年来，美国加州人口与产业活动均急剧成长，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境内各河川新建了水坝，并大规模抽取的下水，甚至还向林州借水。内华达山区一条提供孟洛湖、内陆湖主要水源的河流就曾经被大量引水，这些取水计划可能会造成下列那两项环境问题。甲，河流供给海岸的总输沙量明显减少，海岸被侵蚀的可能性提高。乙，大规模抽取的下水灌溉农田，使海岸地带地震频率增加。丙，饮用内华达山脉冰河融化的水，使冰河前缘日益退缩。丁，孟洛湖水位显著下降，盐度提高，造成严重的湖泊生态问题。 A. 甲乙。 B. 乙丙。 C. 丙丁。 D. 甲丁。十三，圣罗伦斯河谷地河安大略低地是加拿大工商业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影响该地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 ：A. 位置 ，B. 地形 ，C. 气候 ，D. 磷矿资源。一、发展政策。十四，加拿大全国地广人稀，是美洲地区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主要原因是 ：A. 移民较晚 ，B. 地形崎岖 ，C. 湖沼众多 ，D. 高纬低温。一、粮食不足。十五，加拿大中部湖泊大平原和东部拉布拉多高原的地层均属古老的结晶岩块。加拿大的那一项特性和引文中所述的地质背景关系最密切。 A. 海岸曲折多港湾。 B. 河川多呈放射分布。 C. 地表层遭大陆冰河侵蚀。 D. 金属矿物资源蕴藏丰富。 E. 农业多采大规模机械耕作。十六，加拿大不但拥有丰富的农林渔牧资源，而且矿业发达，工业进步，但经济上却也遭遇若干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 A. 幅员广大而交通不便。 B. 矿产分布集中于草原三省。 C. 寒带森林开采困难。 D.工业区集中于圣罗伦斯河两侧。一、工业投资过分依赖美国。
十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奇特马市是著名的炼铝工业城，其兴起的因素因为 A. 盛产铝土 B. 进美国市场 C. 交通便捷 D. 动力低廉一、劳工众多。十八，加拿大西海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处高纬，但气候温和，沿海不结冰，其成因和下列何者最有关系？ A. 阿留申低气压 B. 阿拉斯加暖流 C. 温带气旋 D. 峡湾海岸一、副热带海洋暖气团。十九，加拿大是美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在农业上为克服地广人稀的困难，采取 A. 加强育种 B. 大规模机耕 C. 农牧并行 D. 鼓励休耕一、实施轮种。答 EABCEB 六 CAABC 十一 BDADD 十六 EDBB 十五拉丁美洲中美以中美洲地峡东岸多雨为湿热的雨林区西岸气候干热多热带莽原造成者种气候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A. 两岸洋流性质有别 B. 大范围海陆性质的差异 C. 热带气旋呈抛物线移动 D. 行星风系的盛行方向一、大西洋和太平洋水域面积不同二、中美的地形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地形主要是指中美 A. 海域中岛屿星罗棋布但面积皆小 B. 六块由西北向东南伸展面积逐渐缩小 C. 地形破碎不利于政治上的统一 D. 自巴拿马运河开运后使南北美洲成为完全隔离的大陆 E. 缺乏如北美中部面积广大的平原地区三由墨西哥向东南伸展的中美地峡分属七国各国地理特征的共同点是 A. 东岸是莽原西岸是雨林 B. 地形以高原为主体 C. 人口和都市多分布于沿海平原 D. 粮食作物以玉米为主四目前与我国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以中美地峡和安德烈斯群岛数最多这两个地区的国家经济发展有何共同特色 A. 热带栽培业发达 B. 城市均城港步行 C. 粮食以小麦为主D. 人口集中于海岸平原一、矿业为新兴的产业活动五、中南美洲各国最具共同性的地理景观为何 A. 地形破碎复杂 B. 气候湿热四时皆夏 C. 大都市均城港步行 D. 经济结构以第一级产业为主体以种族组成以拉丁族和印第安人为主体答 DEDAD 16拉丁美洲南美洲自然特色以沙漠成因有甲副热带高压笼罩乙距海太远丙地势太高丁位于盛行风的背风侧戊沿海有寒流通过阿根廷巴塔哥尼亚沙漠的成因是 A. 甲乙 B. 甲戊 C. 乙丙 D. 丙丁 E. 丁戊
南美南部在安德斯山以西的狭长地带，气候上有三类型：亚海洋性气候、乙地中海型气候、丙沙漠气候。请问二年四月题。二，这三类气候若自北而南排列，依序应是 A. 甲乙丙 B. 甲丙乙 C. 乙甲丙 D. 乙丙甲一丙乙甲。三，形成沙漠的可能原因有：甲位于盛行西风的背风侧，乙四周有高大山脉围绕，丙沿海有凉流经过，丁地处副热带高气压下方，戊位于信风背风侧。本区沙漠形成的原因是 A. 甲乙丙 B. 甲乙丁 C. 乙丙丁 D. 乙丙戊一丙丁戊。四，下列那一个地区的沙漠，其成因跟这个地区的沙漠相似 ？A. 中亚的沙漠 ，B. 墨西哥西北部的沙漠 ，C. 巴塔哥尼亚的沙漠 ，D. 美国西部内陆的沙漠。一大戈壁。五，南美洲的形状呈倒三角形，此种性质与下列那一种现象的产生最有直接关系 ？A. 经济以第一级产业为主 ，B. 缺乏温带大陆性气候 ，C. 有较其他州浓密的森林 ，D. 东西两岸均有沙漠。一、内陆距海太远，夏季高温高湿。小说《白鲸记》是描述1820年艾塞克斯号捕鲸船在南太平洋遭到抹香鲸攻击的始末。该船的行程大致如下：从美国东北角的家乡出发后，顺甲洋流向东航行，后又顺着加纳利洋流与东北风南下，越过赤道后，沿着巴西暖流南下，经过南美最南端受到强劲西风影响，费力的穿越乙海峡之后，已顺着丙国家沿岸到太平洋东南渔场找寻更多的鲸鱼，不幸却遭到鲸鱼冲撞，20余人逃离被击碎的船后，改乘小船靠风帆漂流了4500里，最后仅2人获救。请依上文回答六年八月题。六，甲洋流是指 A. 黑潮 B. 北大西洋暖流 C. 福克兰洋流 D. 加利福利亚凉流。七，乙海峡是指 A. 麦哲伦海峡 B. 马六甲海峡 C.直布罗陀海峡 D. 巴士海峡。八，丙国家是指 A. 巴西 B. 智利 C. 阿根廷 D. 玻利维亚。答 EEEBB 六八。十七，拉丁美洲南美洲人文特色。以南美北部栽培咖啡、甘蔗、可可、香蕉、玉米、大麦、小麦、马铃薯等作物，导致此地区作物多样化的原因是 A. 绿色革命的推行 B. 国际市场的需求 C. 地势高低的差异 D. 灌溉设施的有无一、移民的耕作习惯。二、阿根廷的蓬巴草原牧区在1880年以前以放牧绵羊为主，以后则以畜牧肉牛为主。导致这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 A. 土地制度改变 B. 冷冻工业发达 C.
C. 布宜诺塞利斯兴起。D. 水利系统完成。一、劳力结构重组。三、根据学者的研究，农业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常呈现由市场向外随距离增加而递减的情形。下图是阿根廷彭巴地区的土地利用图，根据前述的论点推测，作为本区农业主要市场的首要都市应该位于图中的哪一区？ A. 甲 B. 乙 C. 丙 D. 丁。一、五，阿根廷的彭巴区早期系以输出牛皮、肉钱、腌肉或羊毛为主，1880年以后是以鲜肉为重。近年来，当地居民为增加生产、扩大肉品的输出，乃开辟土地，种植人工牧草，并实施小麦、玉米、苜蓿轮种的经营方式。请问四年六月题。四、阿根廷的彭巴区属于那一种气候类型？ A. 热带莽原 B. 温带沙漠 C. 地中海型 D. 温带季风。一、温带草原。五、彭巴区输出的畜产品早期以皮毛和腌肉为主，近代则以鲜肉为重。这种改变和下列那一项因素的关系最密切？ A. 运输革新 B. 土地改革 C. 土壤改良 D. 移民涌入。一、水利开发。六、近年来彭巴区农业经营方式发展成那种市场指向的农业类型？ A. 放牧业 B. 酪农业C. 混合农业 D. 热带栽培业。一、地中海型农业。七、美洲最具林业资源的两个国家是 A. 美国、加拿大 B. 加拿大、巴西 C. 巴西、阿根廷 D. 阿根廷、墨西哥。一、墨西哥、美国。土地利用呈垂直变化，在2000公尺以下的坡地和河谷平原，栽培的作物以咖啡、可可、甘蔗为主。2000公尺至4000公尺左右的地带，多种植玉米、小麦、大麦和马铃薯，年可两获。高度更大的山地和高原，则为寒带草原和终年积雪之的草原用以畜牧。以上是某地区农业景观的描述。请回答八年一月三题。八、上述最可能在描述那一个地区的农业景观？ A. 东南亚 B. 南美北部 C. 非洲西北部 D. 印度半岛东部。一、澳洲东南部。九、该地区土地利用呈垂直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 温度随高度递减 B. 降水随高度增加 C. 气压随高度降低 D. 风速随高度增强。一、日照随高度减少。十、引文所述的农业经营方式最可能出现在那一个气候区？A. 高地气区 B. 热带雨林气候 C. 热带莽原气候 D. 温带季风气候。一、温带大陆性气候。十一、下列那一个地区最可能出现该种农业经营方式？ A. 洛基山脉南段 B. 高加索山脉西部 C.青康藏高原北部 D. 安德斯山北部。一、阿尔卑斯山东段。
十二，根据引文中的作物组合，在两千公尺以下的坡地和低地，应该属于哪一种农业经营类型 ？A. 油耕 ，B. 混合农业 ，C. 自给性农业 ，D. 热带栽培业。一、商业性谷物农业。十三，一位传教士描写他在一个殖民地上看到的现象：这些魔鬼在广大的土地上进行蹂躏、破坏、杀戮。那里原先是一片安乐景象，有美丽的大省、宽广的谷地、可爱的区域、很大的村庄、人口众多、黄金丰富。他们对各民族赶尽杀绝，不留下任何说别种语言的人，只有那些逃进山洞或地洞的人才逃脱这残酷可憎的命运。他们采用种种奇异、极端残忍、不公平与亵渎宗教的手段，屠杀、毁灭了这些无辜的人民。请问这是指那一个国家对那一个殖民的掠夺 ？A. 西班牙对南美洲 ，B. 英国对阿富汗 ，C. 日本对台湾 ，D. 英国对印度。十四，彭巴草原的谷作在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和粮价上取得有利地位。文中的有利地位是指什么 ？A. 气候高温多湿 ，B. 作物生长期短 ，C. 靠近主要市场 ，D. 作物生长季与北半球错开。一、劳力供应充沛。十五，这个国家有终年不下雨的海岸和沙漠，也有世界大的热带雨林，有高到海拔六千多公尺的高山和许多神秘的高原都市。最令人着迷的不是它的地理环境，而是它的古文明。上述描述的是下列那一个国家的特征 ？A. 巴西 ，B. 秘鲁 ，C. 阿根廷 ，D. 巴拉圭。一、委内瑞拉。十六，全球都市命名为圣地牙哥 （Santiago） 者相当多，如智利首都、台湾三貂角省的牙哥的译音，和美国加州、墨西哥、古巴、巴拿马、巴拉圭、玻利维亚、多米尼加皆有。其命名与下列何国历史上的殖民发展有关系 ？A. 英国 ，B. 美国 ，C. 西班牙 ，D. 葡萄牙。一、荷兰。每隔数年，赤道附近的中太平洋东部就会发生艾尼纽圣婴现象，导致该区海水异常增温，秘鲁西岸的粮流减弱，且沿海地区反常多雨，对许多产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有人认为，在16世纪时，西方殖民者为获取他们所需的资源，就在这种失年征服了印加帝国。请根据上叙述回答十七年一月九题。十七，当艾尼纽现象发生时，下列那一项秘鲁的产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A. 渔业 ，B. 林业 ，C. 牧业 ，D. 矿业。十八、十六世纪时，西方殖民者征服印加帝国，主要是为获取下列那一项资源 ？A. 毛皮 ，B. 鸟粪 ，C. 金银矿 ，D. 天然橡胶。十九，有经济学家认为，历史上许多国家借由输出大宗农林矿产品而奠立着
些国家今日经济发展的基础。依此论述，下列那一组最能依序代表甲、乙、丙、丁四国？甲国烟草、棉花、谷物；乙国黄金、钻石、油矿；丙国兽皮、牛肉、谷物；丁国木材、铜矿、铁矿。 A. 阿根廷、南非、美国、瑞典。 B. 美国、南非、阿根廷、丹麦。 C. 美国、南非、阿根廷、瑞典。 D. 南非、美国、丹麦、阿根廷。答 ECBAEA 6CBBAA 11DDADB 16CACC 18澳洲、纽西兰。以纽西兰畜牧业的特色有甲牧远重于农，比重差异大；乙牧羊场主要分布在东侧山坡；丙每一乳牛场均设有电动挤乳场；丁牧牛场主要分布在西侧山坡；戊畜产品主要外销英国。那些与纽西兰属温带海洋性气候这一特征的关系最密切 ？A. 甲丙 ，B. 甲丁 ，C. 乙丁 ，D. 丙丁 ，D. 丙戊。二、巴西和澳洲工业发展的共同有利条件是哪一项 ？A. 劳工充足 ，B. 市场广大 ，C. 原料丰富。D. 资金充裕。三、利于国家工业发展的条件有甲原料丰富，乙劳工充足，丙交通便利，丁政治环境安定，戊国内市场广大。澳洲的工业发展具备了那些优越条件 ？A. 甲乙丙 ，B. 甲丙丁 ，C. 乙丙丁。D. 乙丁戊。一、丙丁戊。四、澳洲东北的昆土兰省大部分属于半干燥气候，牧民为解决牲口的饮水问题所采取的方法为何 ？A. 引湖水加以淡化。B. 以砍井自附近山脉饮水。C. 利用渠道直接自河道饮水。D.在牧场内的低洼处挖水塘蓄水。一、凿深井至受压的下水层取水。五、澳洲从大陆中央到西海岸均为干燥气候有关。甲、西部沿岸有凉流经过。乙、中央有南回归线横贯。丙、西部位1000公尺左右的高原。丁、中部有艾尔湖与莫内河低平谷地。戊、东部沿海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分水山脉。 A. 甲丙丁 B. 甲乙戊 C. 乙丙丁 D. 乙丁戊。一、丙丁戊。六、澳洲和纽西兰的畜牧业原先系以饲养为主，19世纪后期的那一项改变导至两地牧牛业兴起，形成牛羊并重的局面。 A. 土地重化。 B. 农业机械化。 C. 新移民涌入。 D. 运输设备改进。 E. 凿井取得水源。 7. 澳洲有多种大异于其他地区的珍稀原生动植物，是其发展观光事业的基础之一，该国能拥有此种特殊资源的主要原因为何 ？A. 长期远离其他六块，物种独立演化。B. 中西部沙漠广大，阻隔物种接触。C. 原住民不以采集狩猎为生。D. 地广人稀，人类对自然界的干扰较少。
巴纽西兰的那些地理现象与位置孤立有关。甲，现代经济发展较晚，乙，多样的地形景观。丙，英国殖民之初以羊毛生产奠定基础。丁，多元生种动植物。五，与土地维持和谐的关系。以上叙述正确的有 A. 甲乙 B. 乙丙丁 C. 丙丁戊 D. 甲丙丁戊E. 甲乙丙丁戊答 E. C. C. B. E. B. 六答19大洋洲与南北极，以由西欧飞往东亚或由东亚飞往北美的民航机，其航线多以通过北极区上空的路线为主。主要原因是 A. 加油最为方便 B. 天气较稳定 C. 经过国家较少 D. 航线的里程最短 E. 避开国际换日线二，这个岛面积约为170平方公里，岛上有一些平均高4公尺，最大可达21公尺高的巨石像。大部分石像由凝灰岩制成，脸部嵌入红色的火山渣和白色珊瑚礁制成的眼睛，头上戴着火山渣制成的帽子。岛上一个祭坛在1960年时被智利大地震引发的所摧毁。文中岛屿的位置最可能是 A. 安德烈斯群岛 B. 波利尼西亚群岛 C. 巴哈马群岛 D. 摩鹿加群岛三大洋洲中的夏威夷群岛大西的等面积较大的岛群，地势较高，地下矿产资源较丰富，故人口较多。在岛上居住的人群早期从事采集与农业活动者较多。请问，高岛为何拥有农业发展的条件 ？A. 雨量较多，土壤肥沃。B. 地势平坦，土壤肥沃。C. 雨量较多，地势平坦。D. 距陆地较近，气候温暖。一、气候温暖，居民来自大陆。四、大洋洲多珊瑚礁岛，珊瑚礁岛通常不适合大量的人口居住，主要的原因是生活资源有限。请问此处所谓的生活资源主要是指那一项资源较缺乏 A. 动植物 B. 煤矿 C. 淡水 D. 渔产一、肥沃土壤吉里巴斯共和国主要由低环礁岛群组成面积虽小但因其所在位置一直有一国两日的困扰时值西元2000年逼近之际为了成为全球第一个迎接千禧年的国家吉里巴斯便悄悄将国际换日线移至该国某岛上请依上文回答五年六月题五由上文所述可知某岛原来的位置应位于那一区域 A. 波利尼西亚B. 密克罗尼西亚 C. 美拉尼西亚六下列选项的叙述中何者并非吉里巴斯共国经济活动的特征 A. 依赖式经济形态 B. 富含磷酸盐采矿盛极一时 C. 航海能力强渔业发达 D.椰子制品为经济来源之一。一、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农业发达。答 ：E D B A C A 六一。